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5月8号文贵向大家报平安的视频。昨天是周末，5月7号没有向大家录制长时间的视频，你们得到了休息，但是呢，文贵呢却没有得到休息，而且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里呢，我不能一一而说了，因为太多事情了。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有人能把我的这些时间发生的点点滴滴，能未来呈现给所有的推友们，因为每件事情它都具有很深刻的意义。我过去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啊，是超出大家想象的，但是从来没有像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和很多人很多事情，包括可能是和未来的。我们国家将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系，比如说这几天来，这个我的推特上这个出现的各种信息、各种关注，美国的相关部门在调查当中得到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信息，这是超出人们想象的，真的是超出人们想象的。这个我的推特的关注量仅仅一天啊，一天是1.4亿人们去看。那么1.4亿传到中国以后，那将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这每天都会从这个各个政府部门会发给我们。那么这个1.4亿的关注量，从过去的1.2亿到1.4亿，多2000万，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而且仅仅北美这一块，每天就500万，从过去的300万到500万的关注，这个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所有的政府有关部门呢？这个在了解这些事情以后，他们都表示了，真的是非常的惊讶。但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个 Twitter 一直在被这个骇客当中，而且昨天晚上，这个也就5月7号的晚上，照样又是大幅的回落。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是什么原因呢？很明确的说，这是只有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他们采用了各种现在这个骇客中最高端的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呢，来自于中国内地，还有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跟他们合作的安保公司，还有他们控制的安保公司。那么昨天呢，有人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其中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这个互联网的联盟啊，互联网的联盟，我看大家看不见，可能从这儿可以看一看，这个互联网的联盟啊。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可能看得清楚一点。那么，这个互联网的联盟组织啊，互联网安全志愿者联盟，这个是由阿里巴巴出钱的，叫5毛的组织，叫名字叫互联网安全联盟志愿者联盟啊，集结了大部分高校和大学生的淘宝的买家啊，这个联盟得到的指示是来自于公安部。来自于公安部，那么这3周来，我说我不爆料，但是呢，这个所有他们的攻击并没有停止，对我的骇客的攻击，对我的这个整个的 email 的攻击，和对我这个大楼的这个 IP 地址的攻击，包括我们在香港的基金的网站的攻击，包括我们日本网站的攻击。昨天这里的晚上的时候，我们在日本的一个工作团队。非常隐秘的一个工作团队，由这个英国人和日本人组合的团队，他们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非常安全的地方一直在工作着。但是呢，昨天他们就发现楼下有日本人，还有咱们中国人出现在他们楼下，而且他们在这个整个监控设备当中呢，发现了不但出现楼下，还有人往他们车上安装东西，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他们这种做法也非常的低级，他就没有想过这些人的车、这些人的任何的地方能没有监控吗？那一定会有的。那么他们的这个电脑上多次被骇客袭击，日本的政府也开始了介入调查。看来这件事情啊越来越大啊。说到这的时候呢，我必须要说，大家过去呢一直在问文贵这个爆料的高调爆料到底是为什么？从低调。到高调，到炫富啊，到这个打开所有的隐私啊，把我整个生活100%的暴露给所有的社会。
其中呢有各种原因和各种这个目的的考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我要和大家分享，文贵过去被妖魔化啊，被污言化、污蔽化，还有一个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文贵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儿，普通话不会说啊，而且此人极为龌龊、流氓、农民啊，草根儿，所有的这些词儿都跟文贵连在了一起。当然了，我要通过我的形象和各方面的展示，让这个社会了解我文贵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其中一目的。更重要的一目的，我希望我的爆料啊，我用证据的爆料的各方面能得到社会上的认证和验证，因为仅我一个人说是很难的。我希望所有的社会上各个方面真的能通过文贵的提供的证据，能让大家知道更多的真相，因为毕竟任何事情不是一方，都是多方，很多方在一起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希望呢，我的爆料还有证据能得到更多人的观看的同时，能得到认证。我期望于最后是由司法机关、法院还有当事人来多方的认证这个事实。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没有这个傻到说我一说出来就能得到认证或者是认可。而我更重要的事情，我需要的是在这个前期啊，在私下里面通过我的爆料，让大家能得到更多的信息和你信息和你们呢所有掌握的事情进行这个核对，这是寻找事实实现目标的一个步骤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啊，最近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通过我的爆料公开了我联络的信息，还有我提出的各种的证据，而且我关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件，而是过去这几年这些敏感和重大的事件，这样会引起更多的人对我提出的主张依法治国，反对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以警反贪、以警治国的这几个我的要求呢，会和很多人连在一起，这些人当然就会关注这个事件，同时也会给我提供相关的很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对我们真正的推动这些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这不是文贵一个人能做到的。那么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文贵不仅仅是要我，所谓第一次在明镜火拍当中讲的保命保财，还有报仇。当然了，我最终的目的是推动依法治国，推动中国这几个我反对的这个现在的这几个事情。那么，通过大家能给我、能了解我、能和我联系的渠道，才能让我和所有的十几亿人民形成一个联络的平台和提供证据的平台，这才能让我真正的不是为我一己之私和仅仅我个人的事情，才能真正推动我想追求的几个为国家、为社会好的几个目标。那么，我可以给大家说，确确实实，这个我们达到了啊。最近这个3、5天来，我收到的信息和提供的证据，这是超出了任何人想象的。我和我的律师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从过去他们仅仅的讨论法律问题，到后来他们的兴奋，到现在他对我这个整个的目的呢，还得到的这种信息呢，大家非常的惊叹，大加赞扬。当然了，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比如说，我们从开始曝光以来，就在这个 Twitter 上，大家看到了有各种这样那样目的或各这种那样的身份的人，采取了各种的阻挠和分化的这种行为。特别是原来只要我一说话啊，就因为是草根儿、没文化，就被骂得一塌糊涂。然后呢，下一阶段，只要我一说话啊，就是跟法轮功、民运啊，就是相左。然后呢，从挑拨我和民运的关系、法轮功的关系啊，然后那个用我的草根儿啊、穷人、农民的身份，带有严重血统论的诋毁，到现在，只要我一张嘴啊，就是跟某些人啊作对、不支持，
然后把我和某些敏感的人，或者有身份的人，或者有成就的人，想办法挑拨离间。大家也都看到了，我没有任何忌讳，任何在网上批评我的，我也转发，任何敏感的事情我也转发，因为我不想把文贵跟任何组织、任何立场啊连在一起，我没有这么多立场，我的立场非常之简单，就是我一直追求的推动中国依法治国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的老百姓的要求。连法律都没了，连依法治国都没有了，怎么能谈自由和民主呢？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已经被快饿死了，在沙漠里面啊，就像一个社会当中的，现在中国的社会就像在沙漠里一样，我们连水没有，吃的没有，现在我们要谈，我们要鲍鱼，我们要海参啊，我们要鱼子酱，我们要牛肉，我们还要面包，我们要果汁，现实吗？不现实。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人生存的那些东西都要有，可是最基本现在要有水喝，这个水的基本底线像维持住生命，那就是依法治国嘛。依法治国的接下来我们说不要以警治国嘛，然后不要 以贪反贪嘛，然后就不要这个以黑反贪嘛，最起码让这个9000万个党员大家有信心有安全感，到不要让社会乱下去，不要出现了不可逆转的重大社会事件，那所有人都是被害者。全世界上我不相信任何人希望中国有那一天的发生嘛。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这样提出，接下来我们当然需要有匹配的民主自由啊，这些东西肯定要有的，但是是要适合中国国情的。现在谈这个有点过早，你比如头两天这个5月6号的视频当中我说了几句话，我说这个我们要务实，我在乎的是执行力，执行力很重要的。任何一个企业家如果他没有超出常人的执行力，他基本上不可能成功。一个人的执行能力和一个人的成就，他是有绝对的关系，不是相对的关系。那么我看一个员工，看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问他一句话，你说那么多，你能做多少？我所有给我建议的人，我永远的鉴定标准，你给我这个建议的时候，你能做到吗？我交朋友当中和我请顾问的时候，我总问他们，你给我的建议，你能做到吗？如果你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听。如果你想的事情，你根本做不到，你想让我去做，我也不会去听。如果你自己连1/1、1/1都做不到的事情，你让别人去做，那你是害人呢。所以文贵的这个标准呢很清楚，我不听，我也不会花费任何时间在这个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这个理想当中让我去做去，那是不现实的。我一直就认为，任何一个理想或者是你的所谓的你的信仰，如果你自己连零或者一都做不到的话，那跟欺骗没有什么两样啊，不值得信，也不值得去听。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人，我觉得你想做什么事情，首先问问你自己能不能做到，你自己又能做什么，否则就不要去怂恿别人。那么很多人私下里边跟我联系，让我加入这个，让我加入那个，甚至让我高举什么政治大旗。我说过，我半点政治的兴趣不敢啊，不感兴趣。我也对名啊，任何名我也不感兴趣。对任何这个赚钱就更不用说了，我这一辈子不需要再赚钱了。那么我在乎的事情就是从点点滴滴一步一步做起。那么头两天我在5月6号的视频，我就讲了几句话，就有人说我是说给夏业良教授的，这简直是太多人呐，这个居心叵测呀！我怎么说两句话就代表攻击夏业良教授呢？我是说的头两天有个电视台做节目当中采访的大陆所谓的媒体人还有文人啊，这个完全的根本都不了解一二三，上来以后就对郭文贵的爆料怀疑啊，再怀疑。当然了，那天夏业良教授说的也不好，什么郭文贵是有瑕疵的啊，郭文贵这个说话呢这个不靠谱啊，郭文贵我们不能全信，夏教授这个本人绝不接受啊，你没有任何根据，你没有任何理由，你为了所谓的语言平衡你就讲这样的话，那是极不负责任的。
包括说我说的有没有证据的问题，这简直说我爆料还没有证据的人就丧尽了天良。我郭文贵要爆料还没有证据的话，爆过的料还不算证据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爆料是证据了。但凡有一点常识、有一点良知的人都知道，如果我爆的料没有证据，不是事实，没有一个人来挑战我吗？怎么会没有人挑战我呢？为什么没挑战我？那就是事实，那就是证据。从博讯到财新啊，从吴增到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傅振华，我提供的说的话全都是有证据的。这些是完全是罔顾事实，而且在节目当中还在说郭文贵的话可不可信，这样的人是很不负责任的。包括昨天我看到了赵岩先生和这个郭宝胜先生这两位老兄都是一直支持文贵的啊，在任何地方都是支持我的，我很感激。但是昨天的节目赵岩先生就非常客观真实，可郭宝胜先生说了大概三十几次郭文贵是有瑕疵的，我是很难接受这句话的。我很想问问郭宝胜先生，你能不能举证出来我有什么瑕疵呢？我是哪儿有瑕疵？你们不要在节目当中说没有根据的话，这会影响你们的形象。那么接下来你看到这个 Twitter 当中啊，很多五毛，这个是我们完全不可以理喻的。但有些我很在乎的人啊，就说话很不客观，除了挑拨离间，而且犯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所有人都认为的毛病，就是我们爱说人家坏话啊，说这个人好要一定说那个人坏。我们说别人好的时候不要再说那个人坏，以别人说坏来衬托你的好。而且中国人现在太爱讲别人坏话，比如说这个有一个 Twitter 的网友叫春暖花开啊，这位春暖花开今天早上我转推了你的推文，说郭的某些行为的确有些反常，既不排除常年养成的匪气的侧漏，也不排除是某种暗语，崇拜者各有其目的，不一而论。最稳健当属明镜和频，不把身家搭进去，也不放弃专业角度接触，而进而带出上道义上的设身处地，看到万亿资产拥有者生来的橄榄枝和其拙劣者，和频也，烈火炼真也，诱惑显信仰。你说说这位春暖花开先生，你了解和平吗？你了解和平先生吗？你根本不了解。你了解郭文贵吗？你也不了解。你干嘛这么批评文贵呢？你这个挑拨我和和平先生呢？所以说这些人呢，我们推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人是真正的危险，因为他获得了我们的信任，所以他能影响我们，他获得了我们的尊重，所以他影响了我们。你像这个五毛，我们当然不在乎他了，他都是完全是拿钱的嘛，胡说八道的嘛，而且完全是背离事实的，就这些人是很大的影响。反过来我再说，有网友给我发的很多这个信息当中提到了各个方面，哎呀，这个最近几天来我推友们给我发的信息太有价值了。其中一个北京市刑警队的一个干警啊，我不知道您是谁，哎，我也没办法这个来核实，但是你发来的信息让我极为震惊，极为震惊。特别是昨天下午这里纽约时间，我收到了您两张这个关于在审讯当中领导给你们用笔写的所谓询问提纲。哎呦，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询问提纲整个就把很多我现在不知道了很多大事情都连在了一起。另外我也很震惊的事情，就是有领导询问大屯派出所人其中的一段录音，因为这段录音呢，给了我很多，把我很多迷惑给解开了。因为当时给父老三钱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数，我今天才知道，在亮马河桥有一次是送的是港币，另外一次是在一个其他酒店送了20万美元。另外一个地方是130万人民币，我真不知道送的什么币，多少数，因为这人都被关着呢嘛。但是您这个询问，您这个询问的这个语音，这个人让我很惊讶，因为所有的这个涉案人都没被询话，那就是说傅振华先生现在绝对被保护着，没有人去问话，没有人了解真相。你给我发的信息让我太震撼了。
另外一个，您给我发了关于这个讯问车峰先生的这个一段的这个讯问提纲，太重要了，因为我完全到现在不知道车峰先生是什么状况。我当然我知道他是为什么进去的，什么原因进去的，那一段我是清楚的。但进去之后的事情，我真不了解。我看了那一段事情，我毛骨悚然呐，这是真是也是要把车峰先生给灭了呢，他也是得罪人了。这个很多事情，在您这个匿名的给我的这些点点滴滴的线索当中，证明了我这个高调爆料、高调的建立一个全世界人民都可以跟我联系的这么个信息平台，而且让我知道了那么多的真相，这更加坚定了文贵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走下、要干下去，因为他能给太多人真相了。就是您给我的留言当中说，所有现在的人都想让全中国人民听一个声音，不允许你郭文贵的声音传进来，这就是他们不惜代价要灭口，不惜代价要掌握这所有的，这是网络控制。为什么他们会亲自一个公安部的傅政华常务部长亲自指挥所谓的互联网什么什么联盟啊，网友联盟来攻击郭文贵，采取一系列的办法？因为这个，你这一段留言，您绝对是个 insider 内部人呐，这个太重要了。但我需要您注意安全，您不要钱，您对我没什么要求，您是个正义者。您告您的留言让我很感动，因为你说你看到了这些无法容忍的，这个利用国家司法机关这个以黑反腐的、以警反腐的、以贪反贪的这事实和真相，你喝出了全家的生命。特别你说你刚刚你有了个不到一年的孩子啊，你还要保护家人，否则的话你就会想尽办法，这个要和我站在一起来，这让我很感动。我不希望我的事情牵连任何人，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和任何组织和任何人挂在一起。像夏建良教授当时呼吁跟我站在一起，我跟夏建良教授站在一起，夏建良教授就会承受所有我敌人对他的攻击，他一定也会后悔的。包括现在和平先生、明镜，就因为让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节目，接受他们的采访，一直在被攻击中啊。而且和平先生面临的压力，面成的这种恐怖性的感觉，是没有任何人能理解的。我是知道的，在这点上，我觉得我真的是愿意为和平先生、愿意为明镜、陈小平先生做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因为他们的承担、他们的坚持新闻的原则，还有他们的水平。都成就了文贵的想追求的这种伟大的事业，我这也是什么？这也是我重要的原因，不愿意和任何其他人连在一起。大家，可能不知道，要和我联系的媒体，让我投资的媒体，要给我合作的媒体，那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从过去几天的600多家，现在已经是700多家了，而且我这6部手机，我已经让律师全部做了。这个手机的这个 EMZ 就是源代码，还有整个通信的法律的实时鉴定。就未来我这6部手机，我都会未来给司法机关作为一些我在这些爆料的实时的实际证据、物理证据。同时，我希望未来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能知道更多的真相。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位朋友您给我的这些信息。您给我的这些证据，真的是让文贵太感动了。包括日本的这个团队，他们昨天遇到了事情，啊，他们的花了大概十几个月跟踪的目标和对这个移民局还有边防所有的跟踪和录像，这都经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有关司法部门的鉴定。这些东西我未来都将发给我现在和律师已经指定的120个目标。大家要清楚，我把所有我的拥有的资料和证据，还有我掌握的信息，我大概储藏了21个地方，从过去的9个地方，现在变成了21个地方。不论发生任何事情，这些资料都会公布于世的。现在呢，根据这2天的事情的变化，我们又有一个新的决定，我们未来会从这个推友当中选出来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同时也会收到。我的所有的从开始爆料到现在的资料，作为历史资料，如果我发生意外，你们会收到未来
会收到全部的我未报的资料，包括了刚才这位网友我说到的给我提供信息，包括昨天大连公安上给我提供的相关信息，包括检察院的一位女士给我发来她阅卷以后的感想和部分手机拍照的证据，我都非常感激。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希望你们能告诉我一个海外的联络方式，还有海外的联络人，我一定要给一定的经济补偿。我不给经济补偿，我是心里说不过去的，我是无法向我自己交代的。所以说，说到这里，我想让大家知道，文贵当初的高调爆料，包括又炫鞋又炫花钱，我是让大家要知道，文贵经济不成问题，可以付给你们钱。我也让盗国贼们知道，文贵，你想断我的前路，你做不到；你想断掉我的朋友，今天我拥有了亿万的朋友，你做不到；你想断掉我的合伙人和投资渠道，你做不到；你想让我的精神垮掉，做不到；你想让我的肉体变成有病垮掉，你做不到；你想让我害怕，那你更做不到。所以说，这些我所有的，你们看到有些是庸俗的，或者各方面的，你们看着小孩子的表现，这很多过去都是我无法接受的，但是今天我去做了。为什么？我所有的行为都要服务于我追求的目标，这都是有想法的。包括推友网友最近还是关心我，不要暴露你的目标啊，暴露你的住址啊，这个包括那个画买了会不会被安装什么监听器啊，这个小狗狗会不会监听器啊，这样的信息真的有大概一两万。请大家真的别浪费时间，你们关注这事儿，你们的关心和担心我真的是很感激，但是你别浪费你们的时间和我的时间，因为这个事情文贵的团队和我一定会做好的。再一个，如果连这都做不好，文贵怎么配去追求那几个伟大的理想和目标呢？那是不现实的。那么再一个我想说的事情，从过去爆料到现在，我一个个的证据有很多推友和网友都在这个跟踪，未来咱们会在一定的时间，文贵的爆料当中到底多少是真实的，到底多少是有证据的，我们会专门开一个会。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今天要说一件事情，就关于博讯啊。我一开始从博讯开始，大家都很清楚，博讯从开始报道李友案，李友和我的事情开始，就郭文贵行贿马建，郭文贵有盘古会，郭文贵和令计划，郭文贵和钟永康，郭文贵和李元朝，郭文贵和马建副部长，郭文贵和张越书记啊，然后郭文贵和曲龙，然后郭文贵和谢建生，然后郭文贵和郑介普，然后郭文贵在意大利被抓回，然后郭文贵因王岐山书记访美要把郭文贵带回，习总书记访美要带回郭文贵，郭文贵和令完成，然后郭文贵这个打电话啊，独家消息，法拉盛律师这个要求政治避难，郭文贵这个给中纪委写信，行贿马建副部长5000万美元，郭文贵这个打电话，又是独家消息，这个找人泄露了自己的信息啊，特别是郭文贵说王有一段时间啊，郭文贵说王岐山书记的情人是胡淑丽，而且说他是有了私生子，还有特别重要的是，这个胡淑丽的权力的猎手经过了他们的改编，然后是郭文贵这个欠负债多少多少，然后郭文贵特别是阿布扎比30亿美元，然后郭文贵海外资金全部是来自于马建的海外的间谍资金，然后郭文贵这个被刘云山派人希尔纳森带走，然后郭文贵的音频涉及到了这个是北京线人，然后郭文贵被这个黑社会绑架，郭文贵要被阿布扎比阿萨德派人来追杀啊，我在这真的说不完，太多太多了。大家今天往回看，博讯说的我这些有一样是真的吗？有一件事是真的吗？长达3-4年的时间，博讯网站就这么攻击了我。我刚才说的这事情只是1%啊，1%。你说现在我们恨国内的这些被控制的这个网络，那我们海外自由世界
这样像希诺和伯逊这种丑恶的嘴脸之人，他们到现在天天一个瞎话，天天一个瞎话，他能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哪来的这些信息，他为了什么呢？像马建副部长的这个游街视频，我的强奸女员工视频，还有网友街视频，都是由伯逊发出来的。还有什么，我28年前的审判书也是伯逊发出来的。而且每天什么疯人院、郭文贵的真相，这里的瞎话我都重复不完了。就这样，我还是一次次的告诉韦石和希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你们应该面对现实。我还是跟他示好，但是他一直以来还是如此的疯狂，完全与事实不顾啊，疯狂的攻击，这到了人类上真的是无法忍受的底线呐、啊，忍受的底线。就这样，我们所有采访的媒体、被采访的今天海外这些电视台，有人提伯逊俩字吗？有人敢说这个事实吗？没有人呢。你可见伯逊在海外的黑势力和北京的官方的勾结的真相有多么的可怕呀。我们不都是自由吗？谁都敢报吗？那为啥在这种自由的世界里面，讲法律的世界里面，没人敢报伯逊呢？我郭文贵和伯逊的事情是海外自由媒体的所有人一面镜子，你们难道不知道真相吗？你们为啥不去向伯逊求证据呢？为啥只给文贵求证据呢？希诺和伯逊有文化吗？他读的书多不多？他怎么干出这么卑劣的事情呢？读书多就等于有文化吗？有文化就等于有道德吗？有读书多、有文化、有道德就等于有能力吗？读书多、有文化、有能力就是为社会吗？就是有理想吗？就是可以利他吗？真的这几样都有了，他真的就是一个能给社会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吗？就是能管理中国吗？假如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能影响中国吗？你有什么资格去批判中国现在的政府？他毕竟在养活着14亿人民呢，他一年十几万 GDP 啊，十几万亿美元呢，就靠韦石、伯逊和现在很多人所谓要推翻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这些人，就这点真相、这点胆略、这点自私、这点勇气、这个水平都没有，还能拯救国家吗？还能把14亿人民交给你们管吗？这公平吗？这符合事实吗？然后我只要不谈推翻共产党，只要不以大旗给共产党作对、国家作对，我就不可信赖。大家想一想，文贵这些年做些的事情和曾经做过的事业，我留给中国社会上的财富和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税收，和我对世界上的对中国人带来的积极的形象，包括我现在每天还在养着这些员工，包括我现在爆料所面对的事情，过去谁做过？有多少人做过？谁敢像我文贵一样拍着胸脯说不靠行贿 来走到今天的？靠不靠和政府这个所谓的官商勾结到今天的？没有甘心当小三，而且在那个粪坑里边我游出了我自己的风采。更重要的事情，请大家不要忘了，郭文贵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没有失去我的原则，我没有拿我的良心和人性来去换我任何的利益和名义。我已经一次次在说这些事实了，如果大家怀疑或者说你不认可，请拿出证据，包括那些录制的几个视频，但凡拿出一样证据，文贵也就认了。有一样有证据的吗？但没有人去否认这些录制的这种低级下三滥的视频，没有人攻击他们，也没有人在节目中说伯逊这些事实啊。特别是财新啊，我未来再说财新，财新这两天还财经开始这个为海航说话了，海航的787对外出租50万人民币一小时，这证明了我说海航787一小时大概6万到8万美元的成本。这种掩耳盗铃啊，掩耳盗铃啊，你以为说你是出租的，如果海航能拿出来一单证据说你租给了某些正常的商人，没有背后交易，他租了你飞机了，郭文贵赔你10000倍。我把说的话
如果海航陈峰和王健先生敢在律师面前给我签字，在纽约任何律师事务所，你家楼就在我几千米之外，任何地方我可以跟你去签去。如果有一个没跟你任何交易，正常的完全正常的商业租赁七八级飞机的，郭文贵赔你一万倍。这种掩耳盗铃，这种视十几亿人民当猪狗一样的傻，这种愚蠢的思维，这种拥有了财富和权力的傲慢，简直是对人类的智商的一种侮辱。有钱不等于你有智慧，有权力也不等于有智慧，更不等于你就可以玩弄十四亿人民。我们这些草根能到今天，那也不会你想象那么笨吧。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啊，这个捂住全世界嘴，捂住全世界眼睛，你就以为你什么都可以干了，这不是愚蠢至极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看清楚财新这种杂志还有财经这种杂志的本质，它是服务巨大的利益集团的，不是为草根服务的。您们好好看一看，你们就明白了。就像博讯过去害了多少人呢？我本来呀，我不想提供证据。昨天和赵岩先生阿来有 WhatsApp， 我一直对赵岩先生对我的各个方面的信任和支持表示非常非常的感激。但是我一直给他说，从我爆料第一天起，赵岩先生大概有上百次想约和我见面，我都说我不要给他见。原因很简单，在伟石和博讯和希诺的事情上，他不公平，他知道了事实他从来不说，他不能站出来勇敢的说，像他那种爱憎分明的去反对博讯，揭发博讯，揭发伟石和希诺，他光是在那块演戏那是不行的。就因为这个，我非常尊敬的这位赵岩兄就没跟他见面。昨天我告诉他，我可以给你一部分资料，因为他一直在给我要证据，他说你给我30万的证据，我就要开始出面说这事，我保证给你个公道。我昨天我答应他，我给他证据。昨天我和我的法律团队开了会，他们同意在文件在一定的处理上可以给我，同时也问了这个纽约检察官们还有税务检察官们，他们有没有取完证，他们答应了，说你们可以在处理后可以公布。说今天一大早上我在运动之前，就是7点钟的时候，我就发给了赵岩先生。我本来说给赵岩先生，我说你去公布吧，但你别说是我给你的。后来我想想这个不可以，我这样做人太卑鄙了。既然我敢一说，我为啥我不说呢？我让人赵岩先生替我顶着雷不公平，所以我决定还是我来出示这个证据。我希望大家能真正的通过这件事情看清楚文贵的做事情的路子，也就是办法。我就是一天天的让博讯和希诺让大家充分的展示他的卑劣和他的谎言和他的恐惧，还有他背后的老板，大家已经看清楚了。那么我让一次次的让他表演的淋漓尽致，丑陋至极，那么他一次次的丧心病狂，但是我已经通过法律手段他已经被立案了。我说我给任何人打赌，如果谁敢说今年春节前韦石和希诺还存在美国没被起诉，没被这个受法律惩罚，我郭文贵赔你100万美元。谁敢跟我签约，我现在还有效。那么这些证据我今天我可以出示大家一少部分，他的证据大概这些相当于这些的大概有几十倍。大家要看到的啊，这个呢是一个公司给博讯提供了以这个删帖给的删帖费用，这个并且以广告所谓的这个投资给了他钱，这个人家律师做出的公证说明，而且这个律师已经同意啊和美国的政府进行合作，这是一个啊。第二个，这个是汇到他的银行里边的这个汇款单，这是其中一个汇款单，这是72汇款单，原件的这个拍照。这个呢，是韦石收到钱以后给对方开具的收据，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博讯啊，看得出来，这是博讯开的收据。
这是博讯开的第二个收据，大家看见啊，看不清楚没问题，我会挂到 Twitter 里面，我会挂到 Twitter 里面。这是开的另外一个收据，大家看见啊，我们画黑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涉及到证据的这个当事人，我们承诺保护他，就是给画黑了。这是另外一个收据，大家看到了啊，这是他收款的三个账号，这三个账号他收了39万美元，39万美元啊，这个博讯收到三铁费和敲诈勒索费，还有一个为其他人写的造谣的费用，大概收到目前我们掌握的应该是在3000万美元左右。所以博讯委实住了15万美元那个房子啊，希诺什么来抓蟑螂，这全都是骗局。大家你们能看一看这些人的骗子的手段和情形之恶劣，远远超过那些贪官。他愚弄于我们海外的还有国内的这些相信海外自由世界的媒体，而且不但愚弄，是强奸了大家的智慧，而且还让大家真的说爱他。这种人远远比那贪官污吏还可怕，而且他这是一脚踩八家呀，我说那些中国的商人小姐都不如，小三都不如，他真的是他连小姐的烂人都不如。因为他既拿中国政府的钱，又拿美国自由基金的钱，还拿欧洲自由基金的钱，还去拿这个帮人家写恶这个造谣的骗子钱，还要拿被造谣的人删帖的费用。这个天下简直是有这样的人，真是我们人类的悲哀呀。这个上天真有佛祖吗？有菩萨吗？如果有这些人怎么能不得恶报呢？还竟然在那儿每天生龙活虎的，还控制着媒体和舆论。还有一个叫什么李什么，叫什么熊啊，李什么东啊，李卫东啊，李海东的人还为博讯啊，还要在那块说话。李卫东啊，这李什么东啊，这什么大白熊啊，你该站出来说句话了。就你这个龌龊的样，就你这个过去说的话，你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你不是卑鄙啊，不是丑陋啊，你是包庇啊，你是姑息养奸啊，纵容啊，骗了多少人，坑了多少人呢？赵岩先生，我已经提供了证据，我为这证据的法律责任，我负法律一切法律责任真实性。李卫东，我要告诉你，我为这些证据负法律责任，而且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所有的认证。所以说我告诉大家，郭文贵干任何事情都是有证据的，没有证据郭文贵是绝对不干的。所以尊敬的推友们网友们，擦亮我们的眼睛，看到听到能摸到郭文贵的所有爆料的证据和事实。通过我的爆料，我希望能看到多少人丑陋的嘴脸，让这些人不再祸害我们，不再祸害我们海外的人和国内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像高玉女士，我提过很多次，你说那种完全是设计好为了某些人升官，能拿到这个高玉女士的证据，然后做出政绩，然后去偷录人家，然后马上发到北京，然后这个人升了官，最后把高玉女士一个这样的女士给弄成那么惨。但是被害的人有多少啊？人家张悦先生被博讯报道了上百次，现在张悦先生已经要马上开始宣判了，有一样是真的吗？人家马建副部长，人家报道人家的有一样是真的吗？还有你报道了哪样是真的呢？所以说咱们海外的所有的这些真正的每天都是以知识分子，那双博士、博士、硕士、教授，你们应该为这个说点话了吧？你们应该为这个真相说话了吧？一个博讯都让你们失去了原则，那未来这个国家要交给你们，要给一个 title， 给个副总理，给个政治局委员，给个国家主席，那你们还敢说谁呀？你们敢讲啥呀？为什么让我今天我要等到今天呢？我就让大家都表演完，叫李什么东的啊，
你还每天在那块儿这个一天天的说话，你对得起媒体人这三个字吗？还有那天接受采访的大陆的那位朋友，我们是媒体人，你媒体人咋了？你媒体人，那媒体人都是好人呐。媒体人要有多少的像博俊、贺新诺这样的人呢？像胡舒立这样的人呢？而且是竟然用你们所谓的那个媒体人的身份，就要强令的所有人相信你们，这种强迫的公正性、强迫的必须信任的这种强迫症，不觉得我们是悲哀吗？我们现在身在西方，我们在西方穿着西装住在人家美国，就是有美国的文明和素质了吗？这种事情能发生在美国吗？美国要发生会让你到今天吗？所以文贵的爆料不是那么简单的意义，我们要真正的大家一起看到所有事情的真相。文贵愿意和大家一起找回属于我们的尊严，我们这些人再也不能成为任何人被玩弄的一个工具了。不仅贪官污吏玩弄我们，不仅那些穿着警服坐在那个中南海和政治局椅子上玩弄我们，胡舒立、博讯、韦石、希诺还有恩格这样的人不都在玩弄我们吗？如果我们愿意继续被玩弄，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被人家欺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文贵的爆料要让所有人知道，文贵是绝对不会被他们玩弄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你打我一巴掌，你打我十巴掌，你骗我一万，骗我一百万没问题，但是你欺骗我，你欺骗我的自尊， 你瞧不起我的智慧，你对我人格进行侮辱，那文贵绝对不愿意，我要和你干到底。本来今天我还想爆料李友的司机啊，在最近爆料当中唯一一个欺骗了我就是李友的司机，卖给我206册的卷宗还有这个起诉书，他向我泄露了李友的很多很多的信息，但这个人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给了他钱，但他把我给骗了啊！就唯一一个骗我又是李友来的人，我真是进了李友门了，总是被骗。这李友跟我也不知道哪辈的渊源。那么这个人呢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原来的这个 Twitter 是最早向我出 卖国内资料的。现在看看我一开始上 Twitter 时候的事情都是个笑话，我也在越来越成熟。但这个人呢，我已经采取手段一定把他给挖出来。他家是北海人，他是李友的弟弟李全的司机，是东莞的那个他们叫什么雅，好像什么博什么雅酒店的那个在那工作。他向我泄露了李友的存的现金，还有那些几十亿的翡翠，还有一些听说存了很多古董在某些地方。那么这个人拿了我的现金以后呢就消失了，剩下的资料没给我。说这些事情啊，我想说什么呢，我不是说在乎你对我骗着我这个钱，但是你对我这种我的智商和能力这种挑战和侮辱，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也不愿意看到我们推特当中有很多人就被人家愚弄和欺骗，这是真正的可怕的。我们要获得人家的真正的尊重，让自己尊重自己，让自己能真正的享受自己的光明，享受自己的高尚，真心的为自己的高尚而愉悦的话，我们必须要真的是面对这个冷酷的社会，然后看清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让我们这些 欲望欲想或者正在愚弄我们玩弄我们的人，让他们得到惩罚。只有这件事情一步一步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来谈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我现在谈中国的问题我都觉得真不配，我有何能何德呀，我凭什么呀？所以说我连眼前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我怎么能去面对所谓的一个不可想象的未来？那不是理想化了，那叫幻想，那既害别人也害自己。文贵不会那么做的。我永远信奉的事情，行动一小步大于你讲一亿步，这就是我的规则。不能做的事儿，完全它就不存在，也没任何意义。我能做到的事情可能是1%是对的，但是我必须要从做开始，执行力是一切的关键，否则就是欺骗。这就是文贵啊！我在这里发自肺腑的我讲出我所有的心里话，包括这个人说我什么江派庆红派，
我再次说，如果有一天推友发现我有背后任何组织、任何政治人物和我这个爆料有关系的话，郭文贵，我愿意我一切来向上天发誓，我不得好死，得最大的报应。而且这些人怎么能看起我这种草根呢？特别我这种个性的人，又不会拍马，又不会低头，也不会鞠躬，更不会给他们钱。很多人喜欢我这个人，但是不愿意跟我打交道，原因就是我个性人家接受不了。我真的不能像哈巴狗、像太监一样啊，见了领导就这拖着手，然后这样弯着腰，然后这胡辣着还插着鞋。我看过无数的政治局委员见个某个领导，一个纪委的一个副书记竟然帮助系鞋带，还是我原来说过，那纪委的一个处长能让一个马委书记扑腾跪在地上啊，垫上那个口巾，叭叭叭九个头磕的头在地上嘣嘣响，那不是一回呀，N次啊。文贵永远做不到，我只能为家人、为朋友、为我尊敬人能做到，那我做不到，这些人怎么会喜欢我，怎么会信任我呢？所以说，从我过去的所谓背景论啊、政治什么什么阴谋论，到文贵的这个证据不可信，到文贵没文化啊、没文凭啊，这一系列的攻击，一系列的，但这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事实终归是事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就为什么我要用一件一件的事儿来向大家证明我爆料都是真的，而且到目前我举了那么多证，没有一个人敢说是假的。胡书立敢说我他写的微信是假的吗？胡书立敢说那个账号去压店的账号是假的吗？胡书立我举证那些事情是假的吗？他跟李友的事情那是假的吗？他把李友给吃药吃多了弄医院去了，吃海骨丸是假的吗？北大这个骗我的捐十个亿是假的吗？李友给我要求这个说那个背后的股东那些是假的吗？我都提供证据了。博讯这说的是假的吗？我说的那所有字哪个是假的？谁能举证一个？文贵在这等着呢，起诉我，咱们可以面对，在媒体上讲话，咱可以接受任何当事人和我在法庭和第三方媒体，咱们可以对话。没有这个情况下，我希望大家不要妄语啊！我看到大陆的两个学者瞪着眼说啊，真的假的呀，不可信！天哪，你妄你这种文贵真的是，我真容不下这种人。就这些人，我早晚一天我非得给你算账不行，因为你这个说话太不负责任了。你强迫所有的人来相信你那种完全说打着什么教授还是什么媒体人的那种身份的那种让大家强迫相信的那种情况，这骗人呐！很多孩子是看不清说不明白真相的啊，就被你们给欺骗了。最大的悲哀啊，人被人家给愚弄，被人家愚弄，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上假医药啊，这个假感情、假汽车、假食品、假存款、假政治、假口号，什么都假呀，就是老百姓太老实了，愚弄的人一次一次的愚弄啊，一次一次的骗呐。因为啥呀？老百姓太善良了，我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你们相信文贵，我一定为此负责任。你们要相信很多像明镜这样的媒体，因为他们会负责任，他们有良心，没有利益诉求。你不要相信博讯，不要相信胡书立，也不要相信其他那些无良知的媒体，他们是有利益的，是被人操作的。这就是文贵其中之一最重要的爆料的价值。这为啥我说要给三年呢？现在大家一定不要太早跟文贵下结论，三年文贵会追求着，会继续努力着，不惜代价的来实现我说的那几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大家都好的那个目标还有理想。文贵不会在乎任何人对我的评价，我也不会在乎任何人对我的攻击。文贵走过的路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从来也没有把别人怎么说当回事，否则我早到不了今天了。未来的路还很长，文贵的这个每天报平安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特别是我知道也看到了，在海外的 YouTube 上我播出每一集都十几万的这个订阅量，然后的转发量迅速都是1亿5000万到1亿8000万，
而且这个美特别5月6号那个大概有5个多亿被转到了大陆去，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会通过我说的话和我的真实行动和我出示的资料能辨别事实。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我不会相信像他们一样认为人民是可欺的，人民是可骗的。这就是文贵，这就是文贵为什么愿意坐在这里，在没有任何追求名权利还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我讲出我的经历和真相。我认为这才是纯粹的。我给了很多人发信息，任何一个海外人士和组织，只要对权力、对利益、对名义有任何诉求，都不可理喻，因为那都是你的一种带有利益的、带有目标的一种诉求，不应该说把别人绑到你战车上。郭文贵的所有事情，对名利啊、权力没有任何要求。我的家人、我的员工保钱、保命、保财，我不做这事情，我家人他也杀不了，我的命他也杀不了，我的钱他一分他也拿不走，除了我该给之外。恰恰相反，我这样做了，就是因为我的家人、员工、财富受到了伤害，我不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样受到伤害，那么我就必须这么做，而且我这么做更可能的是伤害了我的财富、家人、员工啊，更不可能说对我报仇有利了。大家已经看到了，我真正的是希望这个通过文贵的爆料推动时代的进步，通过我的爆料能报答我的父母的养育之恩，通过我的爆料体现我的人生价值，这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推友们、朋友们，你们的关注是文贵最大的力量，我在乎的是你们的关注和你们的想法。我希望3年的时候您们来给我一个评价，这才是重要的。我昨天在谈这个全球发布会的时候，这个很多人都兴奋莫名，各种人这个都现在已经是摩拳擦掌，这就是人类的本能和人类的正义。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是对全世界是有益的。说到这儿，我要讲很多推友说想参加全球发布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私信问我，我未来会公告，因为不可能让谁都来，一定是跟这个我们爆料的人和事有关系的，比如说易珠宝啊、范雅呀、这个泸州事件呢、雷洋事件呢啊，这些事情有关的人、有证据的人经过核实让来。再一个就是媒体，包括我们这个推友当中，我们会选一部分，你们不要毛遂自荐，因为这个选一部分的权利和又不是我，是这个团队、法律团队和安保团队。未来我们在通这个把能参加会的标准和发出以后，你们觉得是符合条件的，你们直接和我们大会的这个联系。希望大家要清楚，所有的这些主持者呢都是外国人，只有几个中国的翻译，你们也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未来呢会有一个专门的网站，未来呢会有这个专门的会议联系的方式都会公布，咱们大家呢这个等着这个消息，就别再问了，不浪费推友们的时间。今天的文贵报平安视频就到此为止。这个哎呀，我的小狗呢，本来我也抱小狗来看一看，就到此为止。我已经是从昨天中午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呢，这个最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累，但我特别特别的兴奋。希望所有的推友们，你们身体健康，你们开开心心，你们的健康开心对文贵很重要，上天佛祖保佑你们，谢谢，非常感谢。